佛历256年7月14日，世界佛教振兴会启建地藏菩萨消灾祈福超荐法会线上法会，恭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礼佛三拜，一顶礼，再顶礼，三顶礼。灯地，其数无限。
为来世末法众生现说
地藏菩萨离异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听说佛已二十世尊告普光菩萨及诸众等谛听谛听无当为如来说地藏菩萨离异人天不得世世普光白眼未来世尊言得一问佛告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三男子三女人问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摩诃藏者赞叹者坐立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世界最普光若有三男子三女人我才化形象我独是教习经营同别作事菩萨一站立者世人百般生于三世三天不多道家如天佛经不下生人间有为国王不是大力若有女人眼迷人生尽心供养地藏菩萨化相即土是教习同别更新如是日日不退常以化相因是或以故曾在床幡前抱住无等供养是三里人今此一报女神百千万劫更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无受女神除非是眼底故要受女神度脱众生者眼神是供养地藏离苦其功德离百千万劫故受女神不是普光菩萨若有女人眼识丑陋多疾病者敢与地藏相见之心暂离世情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无足疾病是丑陋女人如不怜女身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望女来希望会在乎大心大藏者里端正受身诸相圆满有自心不沾离地藏菩萨我不如是无知不光我有三男子三女人人对菩萨相见做主席也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全体一人多人如是等悲现在世中即未来世长得百千回生日夜为无不灵何时则问其何何况心受诸恨不知不光未来世中若有何人即何生何归见有三男子三女人归亲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形象我三生几位当无功德及利益使我如此想我被免费我全人共费我一人费我多人费乃至一年生几位者如是之人现界前佛灭度几位至宝三载阿鼻地里受其重罪过世界一方受恶鬼有金钱皆不受诸神有金钱皆方得人生得受人生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悲恶业来解其心不求自见不多恶道是故不忘机会他人供养上我自保何况别生恶见毁灭不死不光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救助双生救生救死了不可得我也龙和归来世家庭我有钱当我多言没功
夜道轮对为听众情破难舍受我不得已难以数言不灭世事难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或许定人可爱此无火亦无宝贝庄严舍在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莫家等为是病人对镜相见舍诸等无火供养尽我造诸佛菩萨形象我造他是火燃油灯我时常诸如是三百病人前地闻此家令诸事分散之气尽尘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拜师高僧度尽世人民众之后素养重罪真理无无间罪用的解脱所生生出常之宿命和广善男子善女人之俗之经我教人说我之俗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俗话说说过宝庇或大力士不曝光若见有人读诵诗经乃至一念赞叹诗经或恭敬则如许百千万遍全是等人亲心莫退等的未来现在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不知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恐或不思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世过去葫芦兰里的每呼吸眷属在于恶趣味的助力无处希望不离就罢当告诉是骨肉是作方便眼的恶道不光如一生的前世眷属领罪诸佛菩萨向前之心之度是经或行人度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经顺历史眷属当得解脱乃至终烈之中永不不见不知不光若未来世有诸下界等人或怒或避乃至诸不知有之人皆知数也要忏悔这自心站立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清日中莲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次报我千万生处长生尊贵根不净地三恶道不复是不光若未来世中念菩提灭沙利波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一心中住有心产生者我然我离其日之中遭遇读诵之不是一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自我然我离素有阳宝变得解脱安得一样说明正常若是成佛圣者转正安得几日寿命不知不光若未来世众生欲也一日八日十四十五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皆悉定其中心难也不离众生居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心杀害邪道邪淫妄欲百千罪状等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先生向前转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心内无处在南当时居家罗藏若有现在
来日每转一变，现实令自己家无主，当兵一时风一时苦，不光当自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为胜利第一，只是念佛众生于此大事有大意，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来自闻是经，三次五次或一句一句，则现在主讲，安乐未来只是百千万生，常得观真身尊贵家，而是不光菩萨闻佛如来真样，赞叹地藏菩萨已无悔，何尝不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生离即大誓愿，你为未来世一切众生前世利益，不问如来为难听受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留不破高不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事，一名地藏本事历经愿，此菩萨就愿皆来发大众愿，第一众生是不如等一愿留不化，化轮一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第一寸王兵第七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来佛愿世尊，我观世言佛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过我三地多罪诸心，多虑而念念念真一世等被人如虑，你可无语总是艰困艰重，诸不生闲多得意，只是体育艰苦或却与不是，只是有大力不服相不足，坚定到角落并必须行得路，无在经历世尊喜而众生从先好见，便知无量世诸众生有如此悉临命，总是父母眷属以为舍父以子前路，我先翻开既然有的，我转度尊敬，我供养佛像，祭诸神像，乃至念佛菩萨及彼此佛名字，以以好礼令众人而更获文在本事，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感波比多尔许愿，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持圣因，如是众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其七日灭光照众善人，是是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生妙乐现在全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力言佛众生临终，是日生无杀害，起早而言待其归生，求诸光亮何以故，是说杀害乃至害己，无限好之力第一望人当皆罪业，转正身中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身份，生人天中天使命中给诸眷属，早时二因一定是命中人养为对联完成，善处何管理命中人在生为生，有少三根格局半夜自首，何去何人眷属更为真也，比如有人从远地来，绝两三日说不但无将国拜金无一令人更不少无一世之故，转不困众世尊，我观眼苦众生但能与佛教中，乃至三十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值得说
是与世会，总有一长者明月，他便是长者九成无生花都十方仙，长者生和长恭敬问题上菩萨言，大师是难言菩提众生临终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设在朝中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解解脱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离别说时是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命命中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难知彼人在身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罪数大小为造福利，一切生死几分之众人能过一六分功德生者之力，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起火，无常大贵不期而高，明明有生为之罪，不期即日灭，如是如龙火在诸事辩论业过身定之后，举业受报为舍之前，千愁万苦而光脱足而去，是命中人为得受生在七夕日灭连连之间望住不落眷属于早不离就罢，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共尽千百岁，终无解脱日落无无间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苦是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不落未修在无知足业道，未在世经济应在此次离散在也无其余地，乃至诸事为先佛真故得现世，如有为师即不仅仅是命中人要不得已度尽尽无尽奉献，或生是命中人岂能我一世故长者也不重视，若人为其父母及诸眷属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我离，说是一世道理，天空有千万亿那有他数，愿不愧身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立而退，阎罗王中赞叹云第八恶世界为三昧，有无量鬼王居阎罗天，自具一道理来导火说，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乘鬼王白虎鬼王邪乎鬼王赤虎鬼王山羊鬼王雷神鬼王天光鬼王狼牙鬼王千叶鬼王道说鬼王护士鬼王诸豪鬼王诸富鬼王诸事鬼王诸财鬼王诸处鬼王诸情鬼王诸手鬼王诸美鬼王诸残鬼王诸名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叉王大七叉王大大叉王大大大叉王如是等大鬼王个个欲拜见诸小鬼王，金句言菩提各有所知，各有所住，是诸鬼王欲阎罗天子成佛为圣，即彼藏菩萨摩诃萨利举一道立在一边，第二是阎罗天子无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今这一诸鬼王成佛为圣，即彼藏菩萨摩诃萨利举一
何以知道离大会时是我等火山地苦我心有小意识敢问师尊为愿师尊慈悲现说佛告阎罗天子知如所闻不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赞彼师尊即为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师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拜前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知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此时拦住众生或脱罪报为求之间有多恶道师尊是地藏菩萨岂有如是不思议力运得众生而不依此三道求取解脱为愿师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但愿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不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脱九法如是众生造灵解脱是最高人乃至多大恶趣菩萨一方便利法术根本言言而见无数是知识知识言不众生皆恶习中现出犹如老师菩萨究竟解说何作度脱比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仙道其仙道中多住夜叉无量世子脸色不切如此迷人在仙道中须臾之间其造诸度有一只是多解大树三清四度乃至夜叉诸恶度等糊弄迷人于君仙道而一直言多灾难子为何是故而如此如有何一书人之诸度是迷如人无闻是一方之仙道即便退不求诸之如是三知识体系接受引出仙道免诸恶度之于好道平和安乐而与之言多灾迷人此情亦或无虑是道此路如者阻难得处不顺心灵是迷路人乃深感中明月之时只是有言若见情自己诸路人多难多虑言于此路多诸度而丧失性命无灵是终之去其实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就把罪苦众生生天人中所说妙乐是诸罪终止也道不脱的主意永不再离如迷路人不如仙道与三知识因皆定住永不堕入中解他人不觉末路只言一时迷不得解脱尽真不糊涂若在遇见有生迷无不解就成所罗仙道我只是名如多何去地藏菩萨方便离苦是灵解脱圣人天中现有在如若夜界中永出地狱无解脱十二十二度回望合掌恭敬拜佛言师尊我等诸回望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我一人或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也报是我眷属有情世界若恶少善国人家庭我曾一句落庄严色尊我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先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香及菩萨香火转度正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归往经历世人如果去现在未来诸佛持诸小鬼各有大义基督地论今世为无不灵而是何
凡事和平安平待之，不如意事尽以紫色等诸佛光度门佛忏悔往三载三载如等其余阎罗人如是永不善难离顿无以高梵光第十定为无路所思于是会中有一归王名也主明白佛言师尊我本也言主言无人名生死世世我皆主自在我本愿生于你此时众生不为我一直因生死俱不得安何以不是也不念生死本然地般作善事真意色在土地无量欢喜永无止目的答案得理见诸佛一生相生无杀害居住贤慧供养赞慕净光居住宿因就是若隔月现观灯定止目不得安得何以故事灿烂是有无数而归期望两尽于是心却使我造灵舍在土地灵境何乎自母是灵安得何得以如是之人见安得不变何舍乎大诸土地凡为杀害取回前书一世之故凡阳之所自母其尊有言不必定命中人不问善恶我与定是不若而道何光自修善根正我必不是言不敌心善之人命命中是亦有百千而道归生活便作父母来自主皆属迎接亡人零落而道何光顿照而则师尊如是言不敌男子彼人临命终是生死昏迷不变善恶乃至厌恶更无见闻是诸见书当须舍大供养专度尊敬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愿能令往这里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命命终是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我大声经典一句一句我断如是被人出无无间杀害自罪小小而也何多而去者心急解脱佛告诸名贵王如大师父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无助众生若为爱是男子女人之生死是如魔退是愿众灵解脱永得安得归往拜佛言愿度有余我彼此心念念永无念佛众生生死是是俱得安得感言众生彼生死是心受我于无不解脱佛大利益而是佛告地藏菩萨十大鬼王主名者一生敬拜前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无众生十大师慈悲愿故现大鬼神慈悲鬼也皆活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皆名安乐世界明镜诸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十大鬼王其实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愿意不可限量成佛名号名地久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拜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愿利益是于生死中得大利益为愿世尊听我所知我告地藏菩萨如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是尽真实事为当初说无尽涅槃是如照彼时愿无依无有现在未来一切
愿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住持号无边身，如来若有难自语，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即得超越十世界生死重罪和光速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我无量无边有离过去恒河沙劫，有佛住持号报心，如来若有难自语，闻是佛名离贪执心发心皈依，是人欲无上道永不退转，有离过去有佛住持号佛陀婆僧，如来若有难自语，闻是佛名离而更是人当得千转身，离流离天中和光之心真念，有离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住持号是之后，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于无量诸佛摩顶受持，有离过去有佛住持号具留神功，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赞离我不赞叹，世人于现界前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有离过去有佛住持号毗婆室，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身妙乐，有离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住持号报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长在天上受身妙乐，有离过去有佛住持号报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能成功清净，世人不就得阿罗汉，莫有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住持号袈裟幢，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早已拜大戒生死之罪，有余过去有佛住持号大通三光，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于恒河沙佛光为说法，必成菩提，有余过去有今灭佛三光，佛之身佛心明王，佛之身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愿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光多名，是众生等生死世世世的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灵命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会是病人高僧，念一佛名，是名众人除无无间罪，一夜报灯洗劫消灭，是无无间罪，随此其中恭敬一切了不得出真实，灵命众是他人为其真佛名已是最终一见消灭，何况众生此时此念佛不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经前中地婆地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地地地和拉地地地地地陀和切地真灵切地萨婆和地婆地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比尼和拉比比尼尼比摩诃伽帝真灵切帝萨婆诃帝婆帝婆帝鸠诃鸠诃帝陀罗尼比尼和拉比比尼尼比摩诃伽帝真灵切帝萨婆诃帝婆帝婆帝鸠诃鸠诃帝陀罗尼比尼和拉比比尼尼比摩诃伽帝真灵切帝萨婆诃帝婆帝婆帝鸠诃。
巨大慈悲不是一要因是我居士灵满得诸是福利不可思议百劫中常为尽具天主而百劫中常为琉璃天主毕竟真佛永不多于恶道乃至百千生恶根不闻苦生苦死地藏作为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不是我不无量根等为相不闻多少地经真佛何况是般转轮王宝是无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觉回向法界不是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种种少善根毛发成沙根据说者不灵不可为于不是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心相菩萨心相辟支佛心相转轮王心相普世供养得无量不藏在人受身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于苦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我听闻一记一句法音中心赞叹恭敬不是供养世人获大国宝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岂不不可为于不是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塔寺大圣经典行者不是供养赞礼赞叹恭敬何曾多于故者佛会怀者求不定地国度法心我劝多人共共法心如是等辈三世身中常为诸小国王贪悦之人当为轮王还以三法教化诸小国王不知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我不是我供养我修不大师或庄立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是善事感得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身中受三妙乐如感回向自家眷属之身利如是之国及三身受乐舍一得万宝是不地藏不是因缘其实如是地生不法定地是一乐世间老地生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暂时定力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誓愿神通智尊是地藏菩萨语言不离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化百千身心度于六道七缘上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皆速如见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于所住处南方境界之地地图是祖母坐骑但是始终若能出化乃至今世通牒坐地藏心烧香供养赞礼赞叹世人具足即得始终利益何等为是义者供养乐者家在永安三者先往圣天使者先尊一受五者所求随意
有者无罪活在此，者须好辟处，法则杜绝噩梦，救者出入生不死者堕于生因死者未来世终极现在众生多能于所住处方便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普在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专度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身地为不是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无有一语佛告见到地神如大神地主神少几何以故言不徒弟启蒙诸佛乃至草木沙石到马诸为故弥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如理有当成仰地藏菩萨利益之事如之功德及一生动在前辈于常分地神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是金刚与地藏菩萨本愿尽一世修行者如一分地而永无知无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者问其而何况临受对待如度如是人已有十般眷属诸天眷属永护持人何故各世神仙永不皆有赞礼地藏心相继转度是本愿尽故自然毕竟处理苦海增涅槃若一时之不得大永无见闻利益并第十二个十世尊中定门上方百千万亿大号相光所谓百号相光大百号相光瑞号相光大瑞号相光宇号相光大宇号相光子号相光大子号相光金号相光大金号相光碧号相光大碧号相光红号相光大红号相光绿号相光大绿号相光金号相光大金号相光金银号相光大金银号相光乾坤号光大乾坤号光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光日轮号光大日轮号光月轮号光大月轮号光光电号光大光电号光海云号光大海云号光雨顶门上光如是灯号相光一处微妙音告诉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的题目今日遇到离天光怎样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离一等事故此一时朝生因时真实地是毕竟不退阿妙陀罗三藐三菩提是说是于一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左耳起乎归合掌百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故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生所有功德及不是因为神智力我闻世尊于十方无量诸佛以口动心赞叹地藏菩萨于真实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起功德有不能尽想者有梦世尊不告大众于怎样地藏菩萨利益但是为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仰地藏菩萨不思议是灵天龙法不赞弥陀佛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僧若鬼
乃至六道罪苦众生万路明者见如行者念目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等彼无上道彼无对转长生等天去中妙乐听佛讲授与佛授记如今举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故于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事理一直是如当地听无尽说之观世音菩萨言为然世尊愿有语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诸天人受天父亲无衰相现佛有多虑恶道之者如是天人多男多女当前相识佛见地藏菩萨形象佛闻地藏菩萨名字一赞一一是诸天人转正天不说八快乐永不离三乐八宝乐光见闻菩萨一炷香闻一普音是宝贝音罗不是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不知观世音罗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冥冥中是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离恶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欲三恶道不和光明命中是男女眷属将是命中人舍在财物宝贝一部书画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平等为众之事眼见乐闻知道眷属将舍在宝贝等无对妻子身书画地藏菩萨形象之人若有业报和手中凭着诚实功德寻其处于寿命正义之人若获业报明镜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和多恶趣者诚实功德命中之后其生人天受生表的一切罪过悉皆消灭复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我如如是我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往事父母乃及兄弟姐妹十人年纪长大时离父母及诸眷属不知我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十人若能说话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战一离从一日至七日莫退出心文明艰辛战力供养时人眷属家庭也不多恶趣者即当结束受不成是男女兄弟姐妹书画地藏心想赞地功德寻其解脱生人天中受生妙乐是人眷属如有福利一生人天受生妙乐者诚实功德转正身因受无量乐是人根人三七日中一心赞地地藏菩萨心想念其名字满于万遍断得菩萨现无边身具报是人父母眷属受生之处或于梦中菩萨现大声地倾听世人与诸世界见诸眷属根本每日念菩萨名前便至于前日世人当得菩萨前其所在土地归生众生为不现世一时风雨无助疾苦乃至恨世不如其门和光即生世人毕竟得的菩萨莫定受其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三男子三女人与八光大自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与修无上菩提者与处理三界者如是人等见地藏菩萨心相继闻名者此心皈依我一向化一不破非因是供养赞礼是三男女等作用
愿速成永无障碍佛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是淡淡皈依赞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常永护国世人于睡梦中记得菩萨摩顶受记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深咒发布施一心于度于众生于名是教是灵舍劝得劝往东经年月不能度诵是善男子善女人本有数业障未得消除不欲大乘经典无度诵习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聚一等心恭敬成拜等一相化一护因是一切万具供养菩萨一金水一张金一日一夜看菩萨相见然后合掌请不回首相看临如果是自行正中湖水即必生无心就若邪淫妄语即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举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出手观定水其人梦觉即我从里应是经典以理而根既当用即更不忘是一句一经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一时不住就这怀愿或多疾病或多凶衰家灾不安全数分散或诸人世多来无声睡梦之间多有禁不住世人等闻地藏比见地藏心之心恭敬念难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得一时空一乃至睡梦中世界安得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我应之身我应公子我应生死我应即时如山顶中过渡河海乃至大水我尽先到世人先当年地藏菩萨名万遍说过土地归神为无心著作我拥抱安乐乃至光明不然是指一切苦海不能瞬间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语言菩提有他音乐若说于诸众生见闻第一等是百千劫中所不能尽是故观世音菩提生第六不是经定说破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而是世尊若说即言无关地藏会神力幻化杀界说难尽见闻赞礼一念见第一人天无量时若男若女若龙身宝剑应当多尔长此行皈依大师身受命转正主罪长少时佛母恩爱者未知魂身在何处兄弟姐妹记住今生长以来皆不是我诸佛化大师身悲怜赞礼不赞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前无边地是其眷属所生界众多乐趣寻处理若能不退是出心即我我定受生计具修无常菩提者乃至处理三界故世人即发大悲心先当赞彼大师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更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朝彼岸皈依誓愿故事里劝度宣王多悲是世人有业障薄如于大乘经不能及供养地藏一相化一福音是诸万句一经虽安大世间一日一夜佛佛之法音中心生无心求柔邪淫即妄语三七日内无杀害自心是
念大势明记于梦中见无边觉来边得离厄门因是尽教离厄文千万生中永不忘一时大事不是因人是世人我是为贫穷众生积极贫抓在穷衰卷处里睡梦之中起不安就责怪为无沉睡自行站立地藏想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情得安一时风照生归路雨如山泥几度还不过尽受饥饿人的神的怪病和风一切阻拦阻苦恼担当站立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想如是山顶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自心听我与地藏无量不是一百千万皆说不走光宣大士如是理地藏菩萨人格文乃至见相传地者相华丽苦因是光供养百身受妙乐若能一直会化解毕竟成佛朝生死是故观音如当知佛高恒沙诸佛土诸雷人天平地势衰外世世尊举金色若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可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真实是方诸佛赞叹劝说如之不思议十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即无今日转到离别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大不大悲之中在一真天诸众生等为诸三界在我在中则不足一如无林之诸众生多了举重一日一夜何况更多故无间阿鼻地狱东尽千万一切无有诸其地藏是难言不众生之心无定喜恶者多从发善心虚欲即对若欲恶缘念念成长一时之故无闻是心百千万亿教化随即更新而度脱之地藏无尽灵境一天人中不足欲如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种种朝三根一毛一生一沙一地如此道理永不是人间舍无常无灵对事不知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岁月报应若灾厄去定多去中国之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声经典是诸众生如一生理方便就怕于是人所羡慕变身为垂地狱千定先天所生妙乐而是世尊何所祭奠现在未来前人中不仅殷勤不足如一大神通方便度无灵多在诸恶趣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无愧合掌拜佛也世尊为愿世尊不离为离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一百千万遍度多是人与生世中殊得解脱何况文殊三世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于是为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拜佛言世尊我知则道理文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神是理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开始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菩萨名字受持供养我赞你心相得其中努力为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佛告须供养菩萨必定地定无当为如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菩萨心相即闻此经乃至度诵香华音是一不曾
宝不是供养赞叹赞的歌是八种礼仪这天龙姑娘乐真三国日真三者七神上应是者不敌不退无者一世共主流者记忆不灵气者地水火灾法者无道贼恶救者人间清净是者神鬼主持是一者女转男生是二者为王成女是三者端正相貌是四者多生天上是五者或为帝王是六者宿命通达是七者有九劫的是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灭道永住二十一者居住金东二十二者夜梦难得二十三者先王离故二十四者数不受生二十五者诸神传统二十六者聪明地根二十七者老实命心二十八者毕竟真佛不是去共赞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问地藏明地地藏心佛问地藏本愿是心藏观藏地各其中第一一者属草生地二者恶业消除三者诸佛无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地六者宿命皆落七者毕竟成佛二十四方一切诸来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其他菩萨天龙八部文释迦牟尼佛怎样赞叹地藏菩萨他为神力不可思议堪为曾有世事宝力典语无量相化天地主因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为具不算地和藏而对地藏菩萨本愿尽卷下毕婆利婆地求和求和地婆罗尼地尼和那地毕尼尼地我和千里真定千里萨婆和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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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利婆地求和求和地婆罗尼地尼和那地毕尼尼地我和千里真定千里萨婆毕婆利婆地求和求和地婆罗尼地尼和那地毕尼尼地我和千里真定千里萨婆毕婆利婆地求和求和地婆罗尼地尼和那地毕尼尼地我和千里真定千里萨婆嗡婆来摩尼陀林萨婆嗡婆来摩尼陀林萨婆萨婆诃，嗡婆来摩尼多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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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婆诃，南无本来南来多来耶耶揭来揭来居住居住多来摩来不来嗡婆诃苏伽努嗡婆摩奴萨婆诃，南无本来南来多来耶。前来居住居住摩来摩来不来嗡婆诃苏伽努嗡婆摩奴萨婆诃南无本来南来多来耶耶揭来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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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居住居住
众生光明永昌，离苦得乐，福慧圆满，早证菩提，成就佛果。功德回向，至诚祈请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十方三宝三根本，本尊空行护法一切众。亲临娑婆世界护佑加持，令世界各国各地发生的各种瘟疫、病毒、流感、蝗灾，即当远离并皆息末。一超生得福慧，受难者超生善道得福慧，皈依三宝得生净土，染病者早日康复痊愈，所有防疫人员及一切众生皆得大吉祥、大光明，身心安乐，无诸患难。近日全球天灾水患不断，祝愿风调雨顺，灾难平息，罹难者往生净土，幸存者身心健康安乐。Yeah.
礼佛三拜，一顶礼，再顶礼，三顶礼，法会圆满。